丘比现在点不太动啊，毕竟 owner 是有蓝盾的。T1 的第三条小龙，八千多左右，坚巨想来动这一波。TP 来了，这是 King 正面的 TP 勾到对方的打野了，但法洛斯大绝没有中，大绝空掉。King TP 下来之后，先开了自己的精灵布一下，把 owner 给劝退出去。这里 Carry 做传送门响，直接离开，但打了一个球果之后，龙一千多左右，最后是被 Canyon 就把 owner 给拿到手的。波比把阿里给锤走之后，正面扫了一个阿里 Carry 啊。看着非常久，但有点接不了伤害，之后想斩，但没斩到对方的人。最后是 Faker 来到这边之后，先一个飞仙回光斩掉对方的另外一个 C 位，丘比这波野炸杀死对方的另外一个宙斯。但是小胖的伤害非常高，加上双射手疯狂在做输出，孤狼就想换，换不掉坚巨任何一个人，真的被操作起来啊！龙是被 T1 拿到了，但坚巨打赢团战的胜利之后，第二条八龙。坚巨准备来动手了。哇，贾克斯的进场第一个时间点是直接被崔斯塔纳给推走了，而且 Faker 最后甚至没看到他是交 TP 回来的。对，但等他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坚巨28分钟拿到他们的第一条八龙之外，经济几乎已经持平了。